幽寒这个舞就厉害了，这个舞、哎、这个舞是不急不躁的频，哎，对，他的才艺，妈呀，哎呀，好像诡异哦。嗯，哎呀呀呀呀，模样好是俊俏的公子啊。淘宝上面，哎呦我去，这一腿！你先等一会儿，恕我这实在不能回答你，我要看看刚才那一腿还有没有。太到位了，太到位了。一姐她的衣服应该是淘宝上淘个门牌。你这怎么打架？你呀，疼疼疼！撂下吧，疼撂下吧。他踢腿给我白疼了，你说。我估计你再掰一下，他们还能给你飞飞咔咔飞机飞的，我来点点点一个一个点啊，马上爆了啊，马上爆灯了，哥你坚持住，你的手速可以了，来给我爆灯，哎呦我去，你就前面那就哎呀怎么点评的这个，我希望啊，我希望就是一会儿，哎呀，感谢这个大哥送来的，牙哥送来的么么哒，哎呀，又一个，还有30来秒，大哥你抓紧时间呢，导演你要不要抓加点时间？我希望呢，就是一会儿在幽寒后边出现那个妹子啊，你也能出来给我们掰下腿，就出来嘎嘎给我们，就像刚才那种掰扯的那种感觉，给我们来一下。好，兄弟们，感觉这个又还不错的视频就这样，什么时候勾一勾啊，勾一勾来，感谢我们陪伴送来的六六棒糖。好，还有5秒钟的时间，抓紧时间，李大哥抓紧时间，3、2、1，好好，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小潇洒，希望你能像刚才那谁一样。